比起有人说台北都会区捷运线有没有兴建呢，那么这么多的问题变成一个笑话。但是事实上我不认为这样子。那么当然第一个是我们自己经验欠缺是一个问题，可是我也认为说我们市民我们国人呢对这个捷运系统的认识还是不太够，那么对于捷运系统所发生的问题，它问题的本质没有仔细去探讨。事实上我们有很多问题发生是因为我们在品质上的要求所产生的啊，有很多这个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因为它发生工程的瑕疵以后呢，我们就很明确的把它登记要求承包商拆除重做，